OK，欢迎大家好，欢迎来到与 Summer 有约。哎呀，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非常优美的钢琴演奏，那个很好奇，在我身边的就是那位演奏家了。今天很特别，因为Summer 与 Summer 有约做了好几次的直播，对不对？可是呢，我们是第一次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来跟大家会面。然后今天呢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在我身旁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呢一起到上海去上课，然后呢就结下了这样的一段友情，然后呢今天很高兴他呢就愿意呢上来上这个节目与 Summer 有约，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整个如何到了演奏级的这个级别的一个钢琴老师的这个水平非常，还有他也是刚刚创立了他的工作室，就是艺术印象工作室，真的替你好高兴哦！谢谢。所以呢，是不是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 Emma 江婉？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Emma， 我跟 Summer 是在上海一起读书的。好朋友，对对对对对，哎，那是疫情之前，疫情之前，对，我们几乎每个月都飞到上海，是一起学习，一起探讨学术，一起研究心理学，是的，一起吃喝，是的，是是是，你看不知不觉就已经是疫情两年了，对，对对对，没机会去，哎，好怀念，很怀念同桌的他，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呢，可是呢，很幸运的，我们两个都在新加坡，对呀、啊，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大家互相勉励。对，对，然后呢，刚才呢，你们听到了一首非常优美的钢琴演奏，对，然后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的真的，我是非常欣赏艺术家，就是这些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因为我非常非常的深刻的了解，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你要练到一个水平，除了天分，当然天分是很重要的，我是知道什么是天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然后呢，谦虚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可是所以艾玛讲完真的真的很想要知道说你的这个你怎样走过来，相信不简单吧这条路。是的是的，对，整个学琴的生涯大概有不要透露年龄，对啊，不要透露年龄，大概就行，大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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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岁到现在吧从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做音乐做教育，所以我可能这一生伴随我的这个只有这么一件事，就是音乐音乐音乐，对那 OK， 那为什么就是你五岁，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懂事的小孩啊，到底是谁推了你一把让你走上这个音乐之路的呢？这个好问题啊，推了我一把是推了我，肯定是推了，难道你是五岁你就举手说妈妈我要学钢琴我不相信对的，因为我的妈妈是个非常严厉的妈妈然后对，然后她一直 push 我直到今天今天应该是放飞了吧，直到今天他也是会打电话问我哎，你今天有没有练琴啊，今天还会对因为真的不练的话真的不行，每天都要练习。你平均一天练多少个小时？现在的话小的时候啊，刚启蒙的时候两个小时打底，两个小时打底，对，如果五岁不间断，不间断的然后再到，因为我初中高中大学就都是在音乐学院的那个院子里长大，所以我们每天平均下来至少要练到4到6个小时，4到6个小时才能去跟老师去赶去上课如果没有达到4个小时的基础练习的话是不敢去上课的。天哪天哪，我很好奇的就是请问为什么你的母亲会这样子的这样鼓励你呢？对，因为不是每个妈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很好奇就是她在观念上她为什么会这么坚持说你一定要走上音乐的这个道路，而且为什么是选择钢琴。首先对，非常感谢我的母亲肯定吧，一定要她有可能超人5到10年的一个观念，她会觉得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我还有个姐姐，对，我的两个孩子要成为艺术家所以我的姐姐是学画画的，我是学音乐的，然后她一直秉承的一个信念是，因为她跟我的爸爸，我爸爸是做建筑的，我的妈妈是做起初是在工厂里面做计算机行业的，所以厂子里边的空气污染啊，工作环境啊，压力啊都很大，所以她一直秉承着说哎，如果我的孩子可以唱唱歌弹弹琴，哎，就可以把这个钱赚了。他说，如果我是唱歌跳舞这个行业，艺术行业的话，就我的这一生都是被治愈的，我的这一生都是开心的，就不用担心，对对吗？对，好像类似一个铁饭碗这样子，是不是？然后都有公主梦，他可能没有。然后都穿着很漂亮的裙子，OK， 公主梦，所以她真的是，非常坚持的，这样去培养我跟我姐姐。哇，真的伟大的母亲，对呀、啊、对呀、啊，真的阿姨太棒了，江阿姨太棒了，是是是，我听到我就觉得我好惭愧，因为我现在了解为什么我的孩子他们练不到可能3年的时间啊就开始放弃了，对对，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没有这样坚持。可是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喜欢钢琴吧，因为小孩子很多时候因为练钢琴前面的时候前面那段时间是
不好玩啊，因为你都在练那个 do re mi fa sol do re re， 就对对嘛，就在练 skills 对吗？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真正没有说可以感觉到你在弹一首曲子还是什么，所以你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才可能突然之间有一天觉得啊，喜欢钢琴了呢？这个说来话长，一开始我是被逼学的，因为钢琴是给我姐姐买的，给你姐姐买的。我姐姐比我大三岁，所以她启蒙比我早。然后她学了两到三年以后，我是说啊，我们是不是换一条路走？然后就这样，因为钢琴非常昂贵，我妈说那就妹妹学吧，姐姐不学了，妹妹学。然后就这样。我就接替了我姐姐的任务。可是主要是你是展示了一些天分啊，天赋。对的对的，所以小的时候是我听我姥姥看电视的一些电视剧里面的插曲啊，然后听一些动画片里边的片尾曲啊，哎，我就可以用一只手弹出来，所以我的老师发现了我的耳朵很好。所以你是有那个 perfect pitch 的、哦、所谓的对吗？对，你不要谦虚，根本就是坦白了。对对对，真的不是每个人有 perfect pitch 对吗？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你与生俱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对不对？是不是每个小孩都会有对吗？是的是的，但是我还是蛮幸运的。嗯，我的学生里面还真的有跟我同样的一个先天条件很好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的耳朵很好，他手指的力量很好，然后父母又很好，然后也很坚持，对，自己也很热爱乐感，好像各方面综合条件都是很好的孩子。我在新加坡从事这个教育行业十年，我经常会遇到。你太幸运了哦，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怎么老天会派把所有那些天赋很好的孩子都派给你啊？谢谢谢谢。所以你在整个教学这个钢琴，其实你教了几年呢？嗯，其实我十八岁进入到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帮我的导师带学生。那个时候，教教乐理啊，教教视唱练耳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也去一些琴行去打工啊，艺术实践啊，教教小孩子啊。他可能真的开始赚第一笔钱的时候就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上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赚钱了。寒假呀暑假呀都有在外边去实践去打工、哦、有没有观众朋友在留言呢？你看到吗？对对对，观众朋友要回忆一下观众朋友的留言，好像有些支持者来支持你，是不是？问我是不是在卖沙发？卖沙发？是你搞笑的网友，的确是沙发很有品味。对，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观众朋友叫 Hanson， 他说才女 Emma，、哦、谢谢，真的是谢谢。对对对，其实就是。当你到了一个演奏级别，就是我们都已经看到你的这个履历，然后都知道说你的经验是很丰富。那在什么情况下，就是选择演奏跟开始培养下一代，你的那个转捩点是从哪个点开始的？哎，这个好问题。嗯，其实对于音乐这个音乐学院来讲啊，就单单钢琴这一门专业，就分很多分支。有作曲方面的，然后有媒体制作呀，有视唱练耳啊，有乐理啊，有演奏啊，有后面学术啊。其实这个音乐分很多很多门派。那我当时的导师呢，就是带着我打比赛，带着我演出，因为我这个从小性格比较开朗，然后一有镜头，一有掌声，有鲜花呢，就很爱现，所以他也发现了我这个OK。不是每个小孩子都会有表演欲的对吗？是的。是吗？所以也是要有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度，所以老师会发现，所以才会积极的栽培和积极的培养，对不对？是的是的。就我跟着他学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他可能从小看着我长大，是，所以他就知道我大概的性格适合走哪一条路、然后我的同门的一些朋友啊，他可能就在幕后写一些曲子然后给我们演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曲子，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演奏大比赛，对啊，所以其实包括我到现在我的工作，我看到这个孩子，
我接触了几次课以后，哎，我大概就知道他是走弹唱路线呢，他是哎我们可以考级，哎可以带他去打比赛啊，还是说哎我们写写曲子啊，哎，对每个孩子的性格，这个我就真的是非常好奇了。也我觉得今天真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 Emma 就是其实就是很苦练的，可是呢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呢，我其实发现他在教学他非常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系统，然后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了解了为什么我没办法培养我的孩子。我可能我这个我相信观众朋友尤其是家长们，如果真的很想要培，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孩子真的很有天赋的话呢，其实要怎么样培养孩子可以到演奏级别，然后通常就是真的很有那种才华的，我相信真的 Emma 有一套系统，我觉得很好。我们一一的来解剖一下，对对，你愿意分享吗？可能很开心，很愿意分享。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小孩子在练钢琴的时候，在学习钢琴的时候，就是可能有分技术嘛，就是练技术，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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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吗？然后家长也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可能我们先从家长的思考这边先着手，就是当比如说有一个新兴的学子来到你这里的话，请问你是怎样跟家长沟通的呢？对。因为在新加坡，你知道新加坡的家长，你知道新加坡的家长，对的对的，哎，家长的首先他的需求啊，他对孩子的期望，他是会变化的，比如说他一开始是希望孩子啊，老师，我的邻居家的孩子，五年级就考了八级，考了 diploma， 我想让我的孩子赶快也可以拿到证书。对啊，对，有些家长说，哎，老师你千万不要逼我的孩子啊，我就是让他兴趣爱好学一下，然后培养一下性格啊，培养一下专注力。我说好的好的，这个前期的沟通很重要。然后在上一个 term 上三个月六个月以后，我再一次跟家长沟通，我说我们教学的进度啊，然后是否适合当下的你的一个需求，就是这有达到一个有效的沟通，及时有效的沟通，就是避免家长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期待或者期望， 是不是？所以在一开始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我们刚认识的第一次课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孩子的做一个很简短的 test， 做一个测试，从耳咽啊、乐感啊、专注力啊、记忆能力啊、他的表达能力啊、沟通能力啊，我都会给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测评。所以这个测评呢，我会跟家长来评估孩子的音乐道路的一个学习。有些孩子他可能三五分钟他就没有耐心，他坐不住，那我们唱一会儿啊，那唱一会儿坐不住，我们换一个琴啊，玩一玩其他的乐器啊。再不行的话，我们说玩一玩节奏的游戏啊，所以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会吸引他对这个音乐首先是好奇的，对老师是喜欢的，对求知是好奇的。那家长在家里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家长其实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我是那种放飞的家长，就是完全就是你喜欢练就练，你不喜欢练就不练，我没有监督。然后因为我本身不会弹钢琴，对，然后我唯一会的乐器就是可能呢一个二胡嘛，那是弦乐，对，然后就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很有音乐细胞的人，说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长我自己，所以我可能没办法，就是让我的孩子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浓厚的兴趣，是这样子吗？因为老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所以如果这孩子真的是有天赋，条件又好，然后我们为何不尝试一下走一下专业的路线。如果说这个孩子我在短时间内没有判定他真的是可以达到演奏级别啊，或者是他的音乐之路会非常长久的话，我就还是会跟家长沟通，我说我们
凡事都要有一个平衡，因为老师上课已经非常严谨了，希望家长在旁边享受亲子关系，然后享受这个亲密的过程，然后可以给孩子一些鼓励。如果我发现这个家长他本身对孩子要求已经很高，那我就肯定有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是非常高 的，所以我经过这个判断以后，我就会稍微对这个孩子稍微松松一点。啊，真的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好难啊，真的，真的，真的。那你觉得，比如说，如果家长本身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音乐的理念、概念，或者是本身就是常常带孩子去接触到各个不同的种类的音乐或表演，你觉得这些是会有帮助的吗？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是很大的帮助哈。对的、oh, ，OK。因为我有一个学生，现在知道了，但是他已经回到中国了。他是在这边出生以后，他大概从5岁我接触他，一直到他10岁回到中国，这5年，他妈妈就临走的时候发给我，他说：“老师，我带孩子听音乐会的票啊，能有这么厚，几百张，几百张音乐会的票，风雨无阻，只要有音乐会，无论什么音乐会，他都会带孩子去听。”啊，所以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说嘛，音乐的种类有很多，乐器的种类有很多，啊，他多去接触，他才知道可能我不太喜欢键盘，我可能喜欢唱歌，我不喜欢唱歌，我可能喜欢表演，我不喜欢表演，我喜欢二胡啊，我喜欢站在台上看啊，我喜欢欣赏他，他其实好处太多了。好处真的太多，所以不是说仅仅单一说我就是弹一个钢琴，然后就是为了目标，就是说我一定是要弹到演奏级别。他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要求的，然后就看他可以引导孩子到哪一方面，是这样子的。是的，是的，是的。哦，新加坡其实算一个信息非常发达，然后各个国家的大师都会来新加坡演出，是，对。所以这个对于新加坡的琴童音乐的学童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条件。嗯，澳大利亚的可以飞来，美国的飞来，中国的飞来，欧洲的飞来。所以真的每一年都有很多很好的歌剧啊、音乐会啊、钢琴家呀、啊、都会过来给大家上大师课，让大家有一个好的好的状态去可以看演出。所以你很幸运，你的孩子、你的学生的家长都是这样 supportive 的，都这么支持，就是他们的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栽培跟培养嘛。我可以这样讲，大概我80%以上的家长都是天使，他们都是比较有较高音乐修养的人。你太幸运了吧？他们至少家里的成员都会有精通一门乐器，哪怕是西洋乐器，哪怕是琵琶古筝啊，都是这样。所以因为你的能量，所以你就会吸引到这样子的家长，同时就顺便吸引到这样子的学生。所以就是桃李满天下，对吗？谢谢其实那我还是我对钢琴嘛也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我是一个普通的家长，所以其实我有一些很普通的 layman 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也是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发现就是孩子当我们培养他们到可能演奏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都得要穿这么漂亮的公主装，然后男孩子就一定是要穿好像那个叫什么tail coattail， 就是那个西装 tuxedo， 为什么？因为音乐的起源说来话长啊，我们把欧洲分为阿尔卑斯山上面、阿尔卑斯山下面，被分两种啊，比如说基督教啊，比如说天主教啊，从教会音乐开始的。那么有信仰的人，比如在礼拜的时候都会穿的比较正式，对，是的，是的。然后音乐的起源从宗教一直传到了宫廷乐，那么也要看当下的这个当时的这个 king 他是不是很喜欢酷爱音乐，他可能就培养一帮那个宫廷的乐师，
从宗教讲到了宫廷，那么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是稍稍有一些阶级的层级的变化，比如说能欣赏到音乐的，还是一些王室啊、贵族啊、有权力的人啊。他们当时也是一种社交的工具，比如他们的交际舞啊，宫廷乐师会弹一些圆舞曲啊，让这个王子和公主们爵士们可以认识到。所以从教会、宫廷到世俗音乐是这样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所以它就会演变成到现在，它仍然秉着那样的一个所谓的标准，就是只要你是上台演奏，你就是类似，还是要穿的是得体的。I see， 哎，不能露脚面啊，你的鞋子、啊、就不能脱鞋短裤。包括我现在去听音乐会，我也是盛装打扮的，因为我真的是就好像你尊重这样的一个形式，就尊重这样的一个场合。是的。大家什么时候鼓掌啊？什么时候欢呼啊？要可不可以欢呼啊？有些风格是不是他说我没有弹完不能鼓掌啊？有一些对，基本的音乐修养我都会给孩子讲，为什么不能鼓掌？因为他还没有弹完。那你看，我们现在又弹回孩子在学钢琴，就是以我这个很 layman， 对，我就是一个 layman， 就是普通人、普通家长，就是没太大的那个音乐细胞。我的问题很多，就是小孩子，我看过可能小孩子在弹钢琴，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学钢琴的话呢，就是弹琴键嘛，就是弹琴键，就是把那个音弹出来，然后好像感觉上有好多孩子都可以到了练到某个程度，他们其实要把那个音弹出来，是很不一样的，像是不容易，不难的，就是他们只要有练，然后时间，经过时间的洗礼，把音弹出来是不难的。那可是刚才好像刚才 Emma 你弹奏的那首曲子，对吗？是的，是的。就是我以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普通人的欣赏音乐的角度，就是我感觉其实那个曲子不是一个好难的曲子，就是那个音可能就是在那个 range， 对。可是我就是感觉到里面有一个很厚的情感。是的。那请问，虽然我还是会欣赏音乐的，虽然就是，可是就是孩子，你给他弹同样的一个曲子，可是他们可能未必有这么厚的情感，就是他们可能做个样子，他们可能可以摆动他们的手啊，摆动他们的头，可能能做得到，可是还是听得出可能他们未必有这样的一个情感。那相信如果要到演奏级别的这个表演的这个水平，肯定这个情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对不对？是的，是的。你的这个情感我相信是累积出来的，可是它是如何慢慢的这样子累积出来的呢？然后我们要如何把这样的情感也让小孩子们或者是学生们可以这样子提炼出来呢？是的，是的。在初期的启蒙教育当中，你就要跟他讲啊，讲一些故事啊。什么故事？比如你跟他讲那个莫扎特的故事。莫扎特对，贝多芬的故事，然后巴赫是什么信仰啊，然后你还会跟他讲同样是水，那么水又分很多种啊，有瀑布啊，有小溪啊，有湖啊，有天鹅啊，天鹅 住在湖里啊，然后还有海呀、它的浪很大呀、对，通过很小的小曲子帮他累积这个乐感。可是一节课只有45分钟耶。哦，对耶。所以知识是要累积的。所以你学，那你的知识是讲累积的呢？因为真的，你看我们在新加坡小学生，就是朋友小孩子们，只有可能一节课45分钟啊。他们讲累积，比如说这种莫扎特啊，这些完全是历史的呀。第一节课就是要讲莫扎特的小星星 ，Twinkle Twinkle， 那个是莫扎特。哦，是。对不起，我太孤陋寡闻了。You mean that is 莫扎特 ？Oh no， OK。不好意思，我暴露了自己。所以他了解了小星星以后呢，他可能会
我会给他讲一些莫扎特其他的一些作品，比如他他是怎么样去世的，没有人知道。我也是不知道。对，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临走之前最后一个作品讲的是天鹅，但是是用单簧管去演奏的天鹅，然后我们就来可能欣赏一段天鹅。所以他的感知、触感、听觉，我们在启蒙教育的时候就要加到里面。启蒙教育是小，那么孩子这么小能欣赏吗？会欣赏吗？这些故事99%的孩子都很喜欢听故事。OK， 然后你用音乐的形式给他讲一个故事。嗯，所以你不是就是 OK 来抖抖抖抖啦啦抖，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不是的。所以比如小星星，我用另外一个钢琴另外一个键盘来给他演奏，可能用弦乐我可能用管乐，用打击乐用钢琴，我们会马上合作出来一种非常多元化的一种形式。对，所以他就有点初步的那种震撼，就说原来音乐可以这样子玩的。嗯，是的。玩 play I see piano。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知识是怎样累积的？就是为什么你也会有对这样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么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说从小学毕业以后呢，到初中、高中、大学，我都是在音乐学院这个院子里长大的，所以我们的文化课就数学、语文、英文就这样子。然后，但是其他的课，比如教育心理学呀，比如我们有一些艺术鉴赏的课呀，艺术分析、作品分析呀，作曲啊。所以这些全部是大学的课。大学的课？对，经过我 你在大学读这些东西？对，都要学这些东西。嗯，所以在作品分析跟这个西方音乐史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如果真的是他都不知道贝多芬是谁，他可能都不知道贝多芬是男是女。我知道他是男的。他可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到作品。对对对，我觉得是理解那个作品很重要，才能弹出那个作品的精髓，对吗？是的，所以从小星星开始，小星星就要开始理解，不断的灌输，不断的理解，让他好奇所以孩子的好奇心如果把握好的话，他是可以走很远的。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未必可能达到可能普通家长的那个要求啊，因为可能普通家长是说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可能让他考八级，对吗？就是那个 ABRS， 对对，他是有冲突的吗？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也是很难想象，就是这样子每周一堂课45分钟，然后让他感触到这些喜悦，那可是回到家里，对吗？爸爸妈妈就是说 OK 好 Come let's see what you have learned。 你学了什么，来谈一下。是的。然后几时考八级，对吗？是的。对，启蒙的话至少3到6个月吧，就我们做一些基础的训练键盘的认识然后沟通的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比如跟孩子的沟通，他的一个反馈，然后知识的一个重组，让你观察他的一个上课的一个状态，这些都是要综合的来看的。然后如果是家长也是当然有的，就气冲冲的跑到工作室来，我现在让我的孩子考级，我说好的 OK it's OK， 因为考级不是不考，它也是一个平衡。对呀、对呀、对，我怎么知道世间万物都是需要一个平衡。是因为我们在新加坡，我们的新加坡家长都觉得就是考级是非常重要的，它鉴定了你的一个水平嘛，对不对？是的。我说如果我们按照当下的一个水平可以考3级，如果拔一拔的话可以考5级，但是我说考级带来的好处跟坏处都是什么我会跟他来去分析来去衡量。他说那我还是要考级，我说 OK 没有问题，因为没有怎么会考不过。10年教学没有考不过的学生就是只要那个 distinction 我都觉得是我的问题。OK，
不一定是 distinction， 至少是个 merit。 merit 是我垫底，没有 merit 是垫底 pass 没有过 OK 没有过，所以考级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阶段性的检验老师的一个教学水平啊、检验孩子的一个教学成果呀、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小的目标而已、不要放大它、所以家长的信息差和他的认知很重要，所以他家长的认知就在考级、focus 考级，一路考到底。百分之多少的家长都是这样子的呢？目前啊，对，信息这么发达，是，所以我想知道，想告诉家长们的是，就是如果有条件，如果是没有那么的功利的，一定要拿到这个证书，说我们还是先以打好基础、启蒙的音乐修养的教育为主。所以你会跟家长说至少给他3到6个月的时间，还是至少要3年左右的时间？3年3到6个月只是启蒙，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哦、OK， 3年的时间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修养。我发现就是你很注重这个词，就是修养。所以你认为就是要把音乐演奏好，它是一个修养，它不是一个技术，对吗？就是因为普通人的角度是技术。可是从你的角度是先有修养，是吗？这个是一个区别，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那这个所谓的修养，你自己的一个定义是怎样？就是除了刚才你分享的那些，就是让他们有故事啊、连结啊，那他自己小孩子本身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东西吗？他首先要享受我给他带来的这个音乐的快乐，这是最主要的。享受的前提，之后也他 need practice OK， 需要练习OK， 享受练习 listen。 有修养然后不练习的吗？好无聊的问题。修养到了他就会自动想要练，喜爱 OK， 喜爱，对，喜爱了。然后这个其实上我的课我会立一些规矩，比如说 listen。 你会严格吗？其实我刚刚有看到他教学我。对，不过可能家长不知道严师出高徒，这个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不是名师出高徒，是严师出高徒，一定要找一个严厉很严格的老师。对，我也是百变的， Emma 老师是百变的，因为真的不同的孩子性格呀、家长的一个需求，我都会改变我的上课的方式。我觉得真的很有天赋，我干嘛不 push 对吗？对，还是要逼逼。你是那种很看到好像一块很漂亮的那个玉，然后你就觉得一定要去好好的去琢，对不对？教学方面一定是严谨，这个没得商量，没得商量。OK， 上课的态度是可以稍稍调整的，就老师说话的语速稍稍慢一点，那老师的态度温柔一点，对对，可以平缓一点。如果你再来，信念是要严谨的，所以只有教学是严谨的，其他什么都可以商量。OK， 所以有的时候也是。那你会提供额外的一些，比如说，你跟家长你是怎样子跟他们配合？比如说，好像是如果有新加坡有来一些比较好的演奏会，你也会跟家长联系吗？当然，也是。我会告诉他，比如11月份有很好的歌唱的演出，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去。花钱可以去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我虽然是教钢琴的，但我是多元化的告诉孩子音乐方面的知识。去听歌剧，去听歌剧魅影，然后去听交响乐啊，去听民乐，只要是有的我觉得适合孩子他当下的一个状态，我都让他去听。
所以这个就是慢慢累积那小孩的修养。是的。请问，那我再问多一个，就是请问在新加坡，很多钢琴老师，那是不是好的钢琴老师都比较会往这样子的一个，还是因为我认识的钢琴老师很多都是可能比较着重于技术，考级，对对对对对，我还是其实第一次，就是听到 Emma 的分享，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修养是那么重要的，因为你因为是修养，它就好像是内功，修养是内功，对吗？然后那个技术就是那种耍花招的一个外功，可是要有内功，你耍出来的那个花招才会有力，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吗？可以，可以，因为就是我还是说信息差，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都知道，一些考级啊，一些比赛啊，然后多方面的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很多教授级的网课呀也是有的，但是这个音乐的我说的修养是综合的看待这个事情，比如三到五岁三到五岁你最小的学生是几岁？三岁左右我就可以，三岁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三岁的时候那个孩子是一个意大利人，所以他的手指已经等于我6岁的女儿。OK， 所以他们的那个体质不一样，体质还是不一样。OK， 亚洲的孩子呢，女孩子可以稍稍早一点，比如5岁，我们做一个启蒙。男孩子，我的建议是稍稍可以1岁半啊，6岁，我们做一个启蒙的一个教育，因为这个世界上啊，真正的钢琴家非常少。对呀，能培养出演奏级的钢琴家真的很少。你看，我只认识一个郎朗。是的，郎朗。是的，太，我就好肤浅了，我真的太肤浅了，我觉得。所以，琴童千千万万那个琴童来讲，他一定，如果真的都往那个金字塔尖去拼搏的话，对，比较困难。是，真的是修养的一个培养而已。那哪怕他青春期的时候是一个排解，他没有好朋友，他好朋友背叛他的时候，他跟琴可以对话。日本人说日文，对，英国人说英文，中国人说中文，对。那么这些音符就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可以无障碍的跟全世界来做交流。OK， 所以这整个这个过程，我是很受益。我本身是很受益，所以我没有说一定逼我的学生说马上考级，多元化的让他认知这个社会。天哪，真的好不容易啊。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我是从家长的角度来发问问题，真的可以吗？可以。如果观众朋友就是想要听我问有什么刁钻的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留言里面放加一，支持一下，谢谢。对，我们有一个谁啊，还有一个兴旺啊，他也是，谢谢你的支持，真的非常欣赏 Emma， 他说谢谢。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当然你是很幸运，就是说你可能一路来都接触到很多很有天赋的小孩子，对吗？然后可是我是一个普通的家长，那当然我自认没太高的那个音乐修养嘛，因为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要这么多功课要做。然后那比如说你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可能天赋不那么高的小孩？然后呢，那你如何就是跟家长沟通，同时如何鼓励那个小孩不要放弃，或者还是他就是真的到了某个程度你就觉得其实就 OK 了，还是怎样子呢？是的，如果真的是没有，就是先我们定义一下，就是所谓的天赋在你的定义里头，你怎么知道是一个直觉吗？就是好像一个 sixth sense， 就是他弹两句，还是好像你老师那时候如何发掘你这样子，就是有那个 perfect pitch，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天赋的条件。
天赋对于我来讲，它是人们的一个意识层面，意识层面的一个判定。可能我认为这孩子有天赋，其他老师觉得他未必可以从事这个专业，所以这个是非常个人主观意识的东西。对，所谓的天赋就是努力加勤奋加喜爱，这个就是天赋。好，太模棱两可了。我从来不跟家长讲你的孩子有天赋。哦，你的孩子没有天赋。哦，因为你就不要预先做了一个框框，不要给孩子框架。哦，太小了，太无限种可能。对，孩子真的有无限种可能。可是你大概心里都可能知道他可能有某个会走到哪一步。那个是你的秘诀了，那个是你的秘诀，大概知道他能走到OK 多远的一个。那如果假设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孩子，那可能你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挑战？因为可能家长就会说，哎嘛，老师怎么我的孩子一直练啊，虽然你说了好多学员，我也带他去听了很多音乐会，可是我就是觉得他好像没一直没太大的进步啊，就是、哦、嗯，是这样，对对，因为艾玛老师，普通家长的问题好不好？普通家长的问题是，对，因为艾玛老师，的对，没有肤浅，你说的是，因为艾玛老师也是多变的嘛，所以艾玛老师也是通过这个教学累积，然后接触不同的孩子，来累积我的一个判断和经验，所以我认为就天赋也好。没有天赋也好，说这个孩子能走多远或者沟通也好，各种各样因素都在里面，所以要做一个及时的沟通，及时且有效的沟通，这是我每次课至少都会家长反馈的一点。然后其次呢，我有一双可以发现每一个孩子身上优点的一双眼睛，我总能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比如说已经可能13、14岁的一个孩子了，对，来找到我，然后他老师我还是我想走这个专业，那我就会很诚实的告诉他，我说你这个年纪在走这个钢琴演奏的专业可能比较困难，可能你要超出别人10倍的努力，所以你也是很坦白的跟他沟通，也会有希望，对，我也不想。让他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然后对、一直往这条路来努力。但就比较大的孩子，我会发现啊，比如青春期的孩子啊，最近遇到几个青春期12岁、11岁、12岁和有16岁，还有一个就大概这个年纪的孩子，沟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跟他父母的沟通都是很困难一件事，是真的叛逆期嘛？叛逆期，对，我跟他沟通，他点头摇头，所以我也不多说几句，不多说一个字，对对对，都不多说，所以对，我先会跟他聊，我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效、及时的沟通，至少你要看着我的眼睛，首先我不会让他觉得我跟他是有敌意的，然后我会让他在一个这个。音乐课当中做一个有效及时的沟通，举一反三，他跟我是这样沟通，他跟其他老师也可以有效的沟通，是，哎，我就发现，哎，我就会表扬他，虽然弹得不好啊，这节课你可以看着老师眼睛讲话，我表扬你，对，我不断的赞赏他，不断的赞美他，他就觉得我是好。那 Emma， 我就马上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其实真的很多问题。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能力，能复制得到吗？因为不是很多人会好像有这样子的沟通能力嘛。对于这种沟通能力，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修养，或就是走了一段路才可能。会有的一个能力，对吗？是的，累积吧，还是这十几年的一个累积。来新加坡了，可能真的从小到大，从事教育行业啊，然后最近不是前几年一直在跟你在上海读心理学，对，所以多多少少，我问这个要讲一下，这要讲。Emma 上心理学，她基本上是学了马上就用，而且马上可以就把。
讲师，就是我们的那个老师师傅的所有的内容重复一遍。对，这个是 Emma 上课的一个态度和他。然后呢，我上同样的课，你先，我上完了那个周末，真的上完了那个周末，下周就忘了。所以我们虽然是上同样的课，可是我相信你的 retention 应该跟我的 retention 是不一样的。我可能有一个跟其他老师稍稍不同的一点呢，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是你的求知欲真的，我就是只是想去跟朋友一起上课玩一下。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上课，他的笔记，哦天哪。所以我来回从新加坡飞上海，上海飞新加坡，这个大概每次要大概五个小时，对，是的一个路程。然后我要撇下家人，然后去到那边上课三天，然后其实上课真的是很费体力的一件事情，是，然后又尽量在 Monday 之前赶回来，是，对，我们是同样的经历，对，是的，就，但是每一次飞到上海，可能一个月有时候要飞两次，对，我都特别享受这个求知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路途上我就复习了老师讲课的内容，是的，回来的路途上四个半小时我也把笔记就给总结出来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可能在不同的机构有做一些演讲啊，就把老师上课的知识又讲了几遍，哎，我发现变成了我的知识，是的，也是我自己很受益的一点。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开心愉快的，多巴胺上升的，积极向上的，每天正能量的，是。然后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也是马上就能用得上的。所以你遇到一些孩子或家长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你怎么样解决，对，怎么样帮助他，对，解决这些问题都是真的，所以真是有差别。所以我的学生一定是赚了，对，因为一个人的态度真的就决定了他的高度。我就当作是去消遣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我就是去玩两天，然后就当作是休息，然后去结交朋友。对，然后我发现他每一次上完课，然后我回来复习。然后我对这个东西就很感兴趣，我就会发掘不同的知识领域啊，扩展了自己的视角和认知。Okay. 然后你接触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方法和沟通的能力，内心的强大。就我这个年纪，当然20多岁的年纪，对，我不透露年龄，他肯定是非常年轻的，非常年轻。无论什么遇到什么事情，我首先是很接纳自己的。接纳自己的好与不好，可能会犯错，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是接纳的，所以负面情绪不要超过3到5分钟，赶快消化掉。那个太难了呀，普通人很难做到耶。对，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我都是默念，是我 ，OK， 自己在生气。没有必要，放过大家。哎，你是 professional， 你是完美主义者吗？你可能是完美主义者是吗？我在教学当中一定是完美主义者。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完美呈现？所以你们听了这么多，赞成感觉到 Emma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完美主义者的话，请在留言箱里头放1+1。可是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为什么他在教出来的学生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真的，所以一个人的态度就真的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太棒了。那 Emma， 我知道你刚刚现在就是创立了这个艺术印象工作室嘛，那请问你对这个工作室有什么怎样的一个展望呢？我首先我是被逼创业的。不要这样说。请问有谁这里是自愿上那些自愿上节目的朋友们是自愿创业的？我好像我的朋友们好多都是被逼创业，都好像不知道谁推了一把的。所以下楼那个吃鸡饭，下楼然后他
看到这个店铺在出租，我说嗯，好，可以考虑啊。然后双十一淘宝看了一盏非常漂亮的月亮灯，哦，买它。然后想买一架美丽的三角钢琴配这个灯，买它，顺便，全部都是顺便。突然间，所以从我下楼吃鸡饭到这个工作室成立，就大概五天的时间，就把真的，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就是在五天里面完成，是租房租这个工作室，对，然后到买钢琴到这个灯，就整个设计啊，大概签约 pay now 就大概五天的时间。你真的做事真的是马上立刻行动的那种，真的是，因为我一直有一个信念说。我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嗯，我拼命教四十多个学生，也是就仅限这四十个孩子受益，所以我要打造属于我自己的团队，嗯，让更多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艺术的美好、音乐的修养、正确的方法、良好的沟通，就是你那整套系统吧？对对吗？我的教学系统是。可以复制给其他的老师，嗯，很愿意分享给我团队的老师，然后大家一起打造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艺术印象的这工作室，嗯嗯，让更多的孩子受益，让更多的家长知道什么是音乐修养，音乐修养，哦，修养，对，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这四个字，音乐修养，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有多一点的音乐修养，其实他在处事待人，嗯，或者甚至就是在遇到挑战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嗯，就是他的那个态度还是 go back to one thing， 就是他的态度就不一样，因为里面有很多料，可能就是不一样，因为就有很多内功。内功深厚，所以很多有底气，这个对吗？我们是说有底气吗？嗯，有底气的时候遇到很多挑战其实是不怕的，是的，是的，对，不会紧张也不会慌张，因为就是有底气，对不对？是的。哎，我总结的还不错吧？没毛病。哦，那我们今天呢，真的真的是非常高兴，你看时间好快耶。是啊，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就聊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哎，嗯，对，是的，是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呢？如果真的觉得今天跟Emma 聊了，真的觉得有对音乐有了另一番见识、另一番体会的话，觉得真的是有长知识的，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留言箱里头放加一加一加一，然后放一个赞，好不好？真的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真的真的真的很高兴，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嗯，那 Emma， 请问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嗯，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总结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再分享一下呢？嗯，好的，好的。其实放弃音乐之路的都是家长，嗯，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所以只要家长稍稍坚持一下，让他的这个音乐的道路稍微长久一点。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等一下，多长？他多长久？多长？我的建议是小一到初四，大概十年的时间。十年啊，对对，如果有条件，如果有时间。就让孩子继续这样学下去，一定是终身受益的。嗯，然后第二个呢，我想分享的是平衡，两个字，平衡。嗯，说考级也好，比赛也好，把认知打开，嗯，说不要说死盯着考级考级考级呀，死盯着老师说为什么弹成这样弹这样那样，多发现孩子身上的一个美。所以我们世间万物都要平衡，我们做到让孩子愉快的快乐的受到音乐的熏陶与教育就比较好。嗯，说的太棒了。对对对。第三个我想分享的是，如果有感兴趣的家长跟哪怕是同行啊，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的，希望可以发一些信息和一些简历给到我，然后我们一起把新加坡的这个音乐教育之路
把它打开，让它是长久的，是我们终身奋斗的引以为豪的一个事业。这是我讲起讲的。如果我有天赋，我一定会想要参加。因为我今天才我觉得我的脑洞打开了，原来学音乐首先真的是要先修养，因为我以前真的以为学音乐是只是学技术，真的真的感谢 Emma 今天谢谢跟上我们的与 Summer 有约，真的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今天真的好像在上课这样的感觉。谢谢真的真的非常谢谢，真的非常谢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与 Summer 有约呢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陪着我们，然后请大家就是很喜欢的话可以分享我们的这个视频，然后 like and share， 就是先点赞我们这个视频，然后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家长们，还有更多真的对音乐有浓厚兴趣想要更有修养的朋友们，一记得一定要分享。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到此为止啦，我们下周不是下周，是下一次就是谁哪个嘉宾会上我们的节目呢，就敬请期待。我们今晚就再见了，再见，拜拜。